来到这个防空洞，感觉很凉快，比外面凉爽，让这里的人都有可以坐的地方，可以休息的地方，还可以喝水，这里很不错。我们说这个很凉快，我说还可以休息，然后人们都可以在这坐着，还可以有喝水的地方。外面真的很热，就是你出去走几步就会出汗，但里面的话感觉很凉快，然后也不会感觉到很冷，就室内温度是刚刚好的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。我们在北京岩大凉服务点当中呢，提供了饮用水，还有洗手间、免费 WiFi、网络电视、微波炉、报刊书架、便民药箱等等。今年来了很多外地游客，还有不少放暑假的学生。今年我们的开放时间啊，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。